各位早晨，今天呢就是星期日，是一个可以说阳光充沛，非常之宜人的早上。但是我们完全不偷懒，也都是约了一班义工来这个蝴蝶湾这边呢，就是去执拾啊这些垃圾。因为今次呢山竹呢打了很多那些垃圾上岸呢，我们要去清理。整班義工呢自发的精神呢来到这里呢是做这个清理行动，相当有意义。星期日呢可以做运动，也可以减下脂肪。哎呀，迪丽，哎，正话你找到几多，执了几多袋垃圾啊？一袋。今天的目标执几多袋啊？三四袋啊。哇，你好叻喎。好，咁呢度起碼我哋都每人有三四袋的話，有100袋垃圾都應該都可以執得到嘅。你唔好睇呢個面積好似細細地嘅，但係咧就垃圾量嚟講都算係叫做幾多下。只要每人出少少力咧，咁我哋都會可以執到好多垃圾，幫下我哋康文署方面嚟講咧，就唔使咁辛苦。喂，阿妹，你點啊你？你睇下你個手套，甩咗。哇！你跟大家呼籲一下好嗎？叫大家一齊來執垃圾好嗎？是啊，是啊，你看阿妹啊，幾叻啊，係咪先？嗱，我哋又睇下大姐姐，大姐姐執成點啊 ？Hello， 哇，好犀利啊！估唔到山竹嘅威力真係好緊要。好緊要啊！係啦，啲發泡膠啊、塑膠嗰啲太多啦，我哋都要支持環保，一定要做出啲。嗯。正話康文署嗰啲走過嚟同我哋講話，喂，多謝曬喎。不過就算執咗之後，佢都未能夠清理得曬，叫我哋咧就放喺邊度啊？放喺旁邊有，其實已經我哋已經開始擺緊㗎啦。旁邊嗰度有啲大垃圾膠袋嘅，咁擺埋一齊先。咁佢哋會之後再嚟處理咯。咁而且咧就係我哋將呢一啲嘅樹枝咧，同埋嗰啲嗰啲冇辦法分解嘅垃圾咧，就分開，咁啊等佢哋嚟處理啦。好，咁我哋繼續做我哋嘅工作，好嘛？加油！多謝阿妹。呢度有。哇！係，我哋又睇下其他嘅朋友搞成點先嚇。哇！你睇你哋個個好勤力喎。哇！我哋齊嚟執垃圾啊！哎呀，真係～見到啊，見到都都皺曬嚇。好啊，好。睇我哋嘅收穫，肯定。我哋只不過係執咗大概係半粒鐘到嘅啫，都唔係好多。但已經在這裡目測已經有成25袋了。哇，這裡又有一批。哥哥，你今早上幾點鐘來執的？不用幾點鐘開始來執啊？八點幾啊？哇，厲害啊，真是。好啊，我們一起來。不用了。好啊，我們很低調的。我知道你不是騙like的，大家一起執好個地方。不知道何君耀的義工會是執成怎樣，會不會留在這裡。好啊，我們一起做好它。多謝你， Thank you。 好啊，我們繼續啊， Thank you。 的士哥哥辛苦你，有沒有問候啊？沒有。 OK， 努力。行，我們繼續啊。好，好啦，嗱，而家呢個時候咧就已經係10點鐘，我哋再執多半個鐘頭，睇下有幾多袋執到出嚟，好唔好？正如個姐姐話齋，我哋係嚟呃like嘅，還是呃袋，還是呃垃圾？不過希望啊，呃到多啲嘅機會，同大家服務，做好嗰個社區工作嘅。最緊要就係唔好呃人，好唔好？呃自己都唔怕。多謝，拜拜。